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，就会有影来告别，说出那些话，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，我不愿去，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，我不愿去，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，我不愿去。然而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，朋友，我不想跟随你了，我不愿住，我不愿意，呜呼呜呼，我不愿意，我不如彷徨于无地，我不过一个影，要别你而沉默在黑暗里了。然而，黑暗又会吞并我，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，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，我不如在黑暗里沉默，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，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，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，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，呜呼呜呼，倘是黄昏，黑夜自然会来沉默我，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，如果现是黎明，朋友，时候近了，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，你还想我的赠品，我能献你什么呢？无疑，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，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，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，我愿意只是虚空，绝不占你的心地，我愿意这样，朋友，我独自远行，不但没有你，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，只有我被黑暗沉默，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。1924年9月24日。